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九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今天是本赛的第二轮，也就是16强战。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王浩洋七段。王老师你好。陈老师好啊，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个昨天在第一轮的这个较量当中，我们等级分排名前四的柯洁呀、丁浩呀、顾子豪啊、芈昱挺啊。全部败北，是，咱们昨天看的时 候，只对，是知道他的前两个，结是，果没想到回家以全后一部看，败北，是前四全部，是，都有点意外，确实啊，现在我们看到现场对局的画面啊，而且昨天这个丁浩和柯洁好像输的也没什么不脾对气，呀，不太会动啊，觉得，今天我们看到这盘是范廷钰对连笑的，就是我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的这盘棋。范廷钰最近状态神勇啊，亚运会的选拔赛上刚刚是以第一的成绩出现了。这是黄云松啊，对阵许家扬吧，这是。是的，徐佳阳。这个前四全部淘汰，这也不多见呀，这件确事实，情。但是，不是很常见，但是棋的内容来看的话，输的也很正常，好像。挡一飞，今天他廖们云是鹤，同队操戈，同是操戈啊。其实好像星光差了那么一些，但也是其实也都是非常顶尖的棋手。没错，打一飞之前拿过，哎，是 BC 卡杯的世界冠军吧？他拿拿过，过一个，他拿过一对个对，亚军，好像是不，打一飞拿过是一个世界冠军，拿过一拿个过是是正对十月，他拿冠军之前先拿了个亚军，好像输他给了拿了白一个，鸿熙，他特别逗的是。他拿世界冠军的时候，他的等级分大概才24左右，反正就20多名。但是现在呢，党一菲的等级分有10几位了，所以现在他还比那个拿世界冠军的时候等级分要高一些，前进了10名的样子。那10名可不容易，这件不容事易。是的。好，那我们下面先来看这盘范廷钰对连笑的对局吧。这两位也都参加了前一段的这个亚运的选拔赛。是的，范廷钰是出现了以第一名的成绩，连笑出现了没有好像没有，我印象中没有他的名字，啊？连笑没有出现。好像有托加西出现了，柯洁对，出现了，我记得是，单关手脚在这儿，对，很常见。白棋选择了挂角。就是其实现在挂角肯定相对于点三三还是少了一点，少了一些，但是还是因为跟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关系，常对，是的，就你现在这个地方啊，你如果点三三啊，这个小目的征子可能稍微有点区别，对，那样的话，征子有可能不利了，是吧？对。就不是他不飞，他有可能就长一个，也有可能，就长，他有可能长，也有可能飞啊，就都差不多，就是但你不能跳了，你不能跳，跳被冲死对。对你这个小目的位置，如果你在星位没问题，你在了，小目，在这边小目也没问题，可你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挣不掉，哎，你这个地挣方，掉了呗，对你被我冲断里边了，关键是这个棋，对，是的，这个刚好呢就被黑棋挣掉了。这个朋友可以看，就是这样就被争掉了，对，是的，那么如果白棋不能跳，其实这个局部来说好像就稍微弱了一点，就发现其实现在这个正常如果单长的话，其实都是要跳出来，就能跳的话就跳出对，来，能是跳吧？的话肯定是跳不出能来，跳，我再飞一对对，就是这边一般是这边有配合的时候，一般来说咱们常见的都是跳出来，是，那么就是如果它飞的话，其实咱们昨天的棋如果看到了就是。那个李生豪啊，他对，这个棋他是飞拖什么退回来，是那的，么是那他的，现在这样黑棋，那我就不用接你这个了。没错，正就是所以说你就你要如果单飞的话呢，黑棋我就不接你这个，比如说我就直接拆一个，直接拆了。当然肯定跳的话，对于黑棋来说压力更大嘛。所以说他现在，然后包括陈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征子也有关系。就如果说你白棋顶了扳，那么其实黑的这个扳了断。对，这是跟征子是有关系的。对，让黑的白的吃，打吃，黑的打吃，白提的掉，起掉，黑的打吃，白的接住，然后打吃这个，然后打吃，接上，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正常飞一个，
然后被一打还是蒸掉了。蒸掉了。还是扔掉了啊、嗯！这样被蒸掉，局部白气是不好的。对，没错，一般是认为是不能这么下。当然你说我要引针，我非要这么下，也不是完全不行。或者是说你搬，你就强行搬一个，对，这样作战。但是就是说，黑气肯定不怕，你要搬一个这样强行作战呢，其实一般是这样下。对，直接踢掉，然后跳出来之类的。尝一下，对，先尝一下，要不直接跳被打死了。哦，对，对，然后黑气来飞一个。就像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其实还可以，黑棋还可以啊，因为白棋本来是不需要搬这个的，它只是因为征子有利，它这样强行的去搬，还是要差一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是跟征子有关系。那么实战等于说，其实大家下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就是不是三三，也不是随便点，对，也不是随便点啊，征子不利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吃亏。实战等于连向实战选的是这个挂角了，在这儿。然后白棋下的也挺有意思，你挂一个，我也挂一个。这黑棋挂过来了。啊、哦。你挂这个，我挂这边。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个棋我不太明白，反正。对，是怎么为什么要这样下？就怕在就是咱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走。是的。但是就很那个什么，这就差别。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人家的意图的话，你接下去随便硬滑就很容易落入对手的圈套。对对的，黑棋这样下，我不知道他设计了一些什么套路或者是什么样，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明白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只能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挂的时候，挂星位小飞挂的时候是可以脱先的。对，是的，这个是可以告诉大家的。对，就是可以脱先的。这个双飞燕啊，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厉害。是的，没有那么厉害。尤其你现在双飞燕的话，它可能还能可以靠这边。白的扳，黑的长。它拖一个，然后又回到征子的问题。然后又是征子的问题。对，又回到征子的问题。又是征子问题。对，刚好又是因为那个小木又给征掉了啊，又是因为小木给征掉了。那么就下成这样的话，这个棋、那就抓一个黑棋是不错的，这个棋黑棋是不错的，是的啊。这一开始下这个棋的时候，刚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黑的不是棋，就我自己认为，就我看那个电脑，就是他会这样推荐的，然后我说黑的啥意思？我就是不相信，你就电脑你这么推荐，我也不相信，不行，不信，我就是说这白的目数这么多，你这黑的这么厚、这么那个慢的，就这么提了一个。是，后来发现下着下着，他这个提还威力还是很蛮大。没错，没错。尤其将来啊，黑棋脚上对，还可以去这个去骚扰白棋，这个白棋其实有点难受，就没有想象中空那么多。是的，是的。而且这个断一个呢，就是在打劫的时候，你万一什么地方有出现劫征，这是一个绝好的劫材。就是本来我就这么下啊，对，然后本来我就顺便当劫材，顺便当劫材。对，然后你还挺讨厌，你大概得胡打一下，你如果打这个的话，人家很有可能挖了就竖下去了，那你外面这个子就被割断了。你这个打这个，首先是已经挺难受的了。对，大概白棋的正常的定型是这样子，只能这样。然后黑的立，然后一立这一挡，黑的爬，然后外面打劫的时候，你这里有 N 个劫材，这你已经有一个、两个、三个劫材了，然后你四个、五个、六个，多了关键这其实就已经下成这样了，这白棋的目数就没有刚才想象的。我本来也就是这么下的。对，本来也就是这么下，你这个目数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就其实缩水还是比较严重。没错。那么就是所以就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双飞燕没有以前咱们认为的那么厉害。就是以前老师那个时候教我的时候说，双飞燕啊比占一个空角都大。就是这如果有空角，你能双飞燕肯定是双飞燕，就是这是这个意思。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好像。对，那有空角我肯定占空角。关键不是有空角，人家现在有挂角，人家都是你看都是反挂这个。对啊，我留着让你双飞燕。对啊。那么实战等于是他也没有双飞燕，双飞燕现在主要征子不利，白棋不能就拖，肯定被断了，不太好。对。然后如果是长的话呢，是这样，就是，这个变化之后啊，变化很多。但是中心思想是什么呢？黑棋，他这四个子，你这也是四个子。那么电脑认为呢，我这四个子比你这四个子啊，地形有利。地形有利，对，咱们这个打起架来啊，我这个占据地形的优势，地形有利啊，对，我这个我在脚上，我马上我就活了，你现在这里两个在边上，是，
哎，你而且你是两块，我这是一块。嗯啊，这棋呢，我就看到过很多这样下，下成这样之后呢，当然也没有定论说黑棋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对对，白棋就是花了很多手，他可以走一个，然后他不硬了，妥协了，对，他去干别的，然后你拿他也没什么招，对，然后再走一个，他就实在不行，他就往外跑呗。是，反正你也断不开他，你抽我就长呗，打不了，对，没什么。就白棋在没有特殊的一个配合的情况下，就是你像这种直接跟黑的作战这种棋，如果不能下的话。可能就局部来说黑棋还是可以的，没错啊。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边也是白棋的子、嗯、那么这边你也有接应、嗯、然后这种飞进去，然后等于是你这边也没问题、嗯、这边没问题，你就纯去攻击黑棋的话、嗯、那白棋是可以这样选，嗯啊，当然就是场合比较特殊一点、啊、对，如果是刚开局这样的话、嗯、还是黑棋是占据稍微有一利的有利的位置，没错、啊、反正这黑棋这四个子的不担心被攻击啊、嗯、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双飞燕就是不太害怕的一个原因。是的，啊，实战白棋是选择了直接点三三、嗯、啊，这步棋我个人比较喜欢，感觉很舒服的一步棋，个人比较喜欢。黑棋挡了一个，有实地是，嗯，黑的如果挡这边呢，白棋爬了就等于咱们就跳出来了，白棋、嗯、那肯定白棋比较满意，黑棋正常是挡这边。对，这看着还以为是连笑执黑呢、嗯、那个范廷钰不是比较喜欢实地的那一位吗？是今天是吗？范廷钰执黑先说清楚、啊、但是赵老师我认为啊、嗯、我了解啊、嗯、连笑同样也是实地狂魔是吧、啊、他也是无地不欢的那种、嗯、其实就是他这个他俩其实有点像，他俩特别像我觉得。他俩超级像，就是他俩呀，那是那种、嗯、就是我把实地捞了之后你来杀我、啊、然后呢我还反杀你的那种、哦、就是就属于对属于这样的一类的一个棋风，就 是他人家叫先捞后洗，他们是先捞了他也不算洗，他说咱们对不一定是这种啊、嗯、他俩也是都是非常酷爱实地的棋手 嗯然后局部呢白棋点三三，黑棋挡完之后，局部如果接着下个黑棋，大致是爬一个，嗯，然后它长，白的长，它就逼一下，黑的逼住，对，然后你拐一下，我就接上，有可能不拐，有可能拐啊，它有可能直接跳，单跳啊，对，也很单跳，单跳那我就爬过吗？就爬过，对，然后白棋就脱先了，嗯，正常就守个角，这样其实也算是一个还原，嗯，就陈老师就等于是黑棋白棋当初挂角，嗯。你加我，嗯，你二尖低加、嗯，然后点三三出来，嗯，等于但当时没有长这一下，对，是的，然后没有这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算是定式，嗯，那么这个定式的话看上去啊白棋还行，嗯，就第一他感觉这个方向还不错吧、嗯，就从这跳出来，然后第二呢他局部来说，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定论，就是、嗯、除了黑棋二尖低加，白棋点三三。不亏之外，别的如果一间低加或者三间高加啊，点三三白棋都要稍稍亏一点。哦，是吗？对，就是三间高加下成这样之后，黑棋搬一个，黑棋搬一个，它一般是要补的。对，要补一个，然后很有价值这步棋。嗯，那么二间低加的话呢，补起来，你是不是你感觉上有点重复了？对，太近了，好像觉得。但你本来一间低加呢，你就不用补了。是的。对，所以说就是。我记得这个定论就是如果你二尖低加点三三的话局部白棋是不亏的。因为白棋将来有这种靠啊有这种靠的、嗯、靠了这种扳的这种就是因为这有断点嘛。对。它有可能要被利用。所以但是白棋实战等于这个地方等于它长了一下长了一下肯定是亏了。嗯、啊、是。白棋它把变化走进了。把变化卖掉了、嗯、啊但是就是等于它走成这样以后呢这交换应该差不多。嗯。那么白棋呢它愿意这样下的还是觉得之前它点三三这个方向还不错。嗯。那局部呢也还行。我长一个亏一点点但是我也能接受了。对是的。这个感觉应该是连笑的一个想法吧。嗯。啊、然后像裘老师说的拐也是非常常见的。其实拐一下、嗯有利有弊，就是说你拐完了，然后要跳出来，对，去飞一个。对，就是说你拐完之后吧，双刃剑。就你拐完，黑棋肯定是有点虚的。嗯，但白棋要死在里边，白棋那肯定亏，也很亏。
就是看将来的发展。对，双刃剑。嗯、你要是不管呢，被黑的爬呢，反正大家都、嗯、白棋也轻一些，那么黑棋他也安心一点，嗯、就是两个人都那个什么。但是现在这黑棋有一个接应的子，是不是觉得拐一个不太合适？啊、对，主要是我是这样感觉。啊、如果说白棋这很空旷，比如说白棋可以在这边走一个有先手味道，嗯、那。白棋可以考虑拐吧？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时候可能不见得会要拐，就对，嗯，这陈老师这个解释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下过这样的棋啊，下过这样的棋，所以我对里面的变化，不是说很有了解，但是至少我下过还有点感触，是，嗯嗯，那么实战等于是范廷钰呢，他没有在这里继续下了啊，他没有下了。他就是脱先走了，不走了，脱先、双飞燕，双飞燕啊！刚才我说了不怕，你不双飞燕，我双飞燕，我双飞燕啊！就看看这个双飞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管靠哪边，白棋争子都不利啊！对，黑的都能脱，对他不能选择刚才那个就是短的变化，是啊，等于是黑棋都能脱，你不管你靠哪边，我都能脱。这个子还是挺好用的。实战呢是靠了一个。这个咱们以前我记得学棋的时候，有一个叫压强不压弱，对，是吧？咱学的时候有叫压强不压弱，现在也搞不清楚。张老师，你觉得现在这个黑的是这个强还是这个强？我觉得这好难呀、啊，这件事，两边都离得很远。你看看到底是哪个强一点呢？其实压强不压弱，其实在现在我看那个，你觉得还可以借鉴吗？就还是可以借鉴的，可以借鉴，是明显可以借鉴的。就是电脑其实也是有这种想法，只是他没有说而已。那算是这边强一点吧，我也不知道。我感觉是这边强一点啊，因为白棋这个子儿好像比这个子儿更近一点，是这样，都离好远的感觉。压强不压弱，好吧，其实他现在的他那个现在啊，他没有一个说压强不压弱的意思，他只是看压完以后呢，会形成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的，对，他更接下来对，他更需要就是说走后哪边，或者是让你哪边更薄，他想下到什么样的对结果，对，你得考虑接下来黑棋的下法，如果说他拖一个，成立，你不能断这个先，争子不利。那么你就要考虑拖完了之后，拖完了之后，然后你这个方向的问题。对，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其实压强不压弱呢，只是个就是一个意思。对对对，具体的选择还得看接下来的这个图到底会下成什么样。没错，接上。这其实让黑棋选择了一个这个小飞啊，这个有点意外。这步棋我是真是第一次见啊。他如果说拆二的话，不是经常有黑棋就白棋就点了压住。对，这个棋拆二的话我还会，这个拆二的话点，接住，点完之后他不先压，他先走这边，他先加一个啊，然后等你长，等你贴的时候，他再压回来，再靠压。这个我会，这个啊，这个是。白棋还行，看上去好像就是黑棋拆二的话稍微弱了一点，就是最强了好像是尖起来，我觉得，对，我记得是，是的，最强硬的是尖起来，就是他自己这个我不安定了，我就是要瞄着你这个断点，对，他大概接下来白棋往前跳一个之类的，白棋跳这个，白棋是这时候就走啥反正都有，跳最正义了，反正最正义。你跳，反正我就虎一个我就虎一个。然后他就走上面。然后你上面什么这种加一个，然后他有飞出来，有靠出来，就是都有。就看因为白棋跳完了，很显然就是见和，你要走这边我就走那边，对，你要走那边我就走这边，对，意思。对，跳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正面和黑棋作战。那么白棋其实这个时候也有一种方法，就是不作战了。就来个这个哦，然后你跳住我，然后刺一下你粘上，然后我做活然后你贴住，这也是一种方法啊，这个图这也是一种方法，我觉得现在其实现在这个棋我觉得这样下也挺灵活的，挺快的感觉，白棋也还可以，我感觉没错，其实也挺快的，就是把这个地方我就简单处理了，就是我把脚上活了，我把外边走了，然后让你封住呢，我觉得我走在外边也还行，
就这两种风格。我觉得王老师是不是会选这种？对，陈老师非常的了解我。就像连笑和范廷玉这样的，我估计不会这么选。就是对，就是我要是白棋，我可能会这样想。对，就是你像他们可能就这样战线会比较长。对对，像这样就是跳这个就是硬刚，就是正面硬战。他们是是比较硬的。实际上这部他是他小飞在这儿，小飞在这儿就是这个冲断。的时机可能需要掌握，因为白棋随时靠一下他就连上了。对，而且这个冲断本来你这样的时候他冲断他就尖一个。但是你这样的时候你冲断他可以拖了。对对。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就是冲断的时机需要掌握，就是走在这儿我是没有见过。看起来他不打算冲断是吧？如果这样的棋形冲断的话明显不如那样冲断。或者说他就打算他尖到底下了。接到底下其实白的靠在这儿靠一下也不舒服，感觉对你本来是这儿他等于他得后手补，那还不走了吧，那就对他这个他会不会担心我刚才的这个有可能不走了，也有可能他觉得是小尖的有可能，对，他担心人家往这边走有没有可能，就他走这儿的话你往这边走他是不是好一些。但是我确实是没见过他这个小飞是吧，没见过。这个咱们就看看吧，这个白的逼住阵头，跳这个，这个地方本来是觉得他小尖，然后我跳一个这个棋，他还是觉得跳可能就是看着他的，看着你的这个段啊，看着你这个不管是尖啊靠，反正你肯定是有段的，你不能乱动。然后跳完以后他对就是刚才说陈老师说这个对这边也是有影响，将来过来的时候这步棋肯定是非常有用。是。黑的还是虎，黑棋虎了一个。对，这个基本上是一跳就一虎啊，就一跳就一虎。这个虎是正形是吗？正形，对。就要补的时候我记得以前老有拆在这儿的。拆当然也是补棋之一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个拆。拆当然补棋。就像那个压强定是。就是如果说这边没双飞燕的情况下挂角，然后压长，它不是经常有长一个，然后拆了。其实我觉得正形是应该是虎虎虎，对对，因为你走这儿啊，将来白棋有很多利用，比如说我现在我就不用将来，我可能直接我一下。这个长是不是有点过的感觉？你要是往前冲，我就断。这是断的呀。对，我就断。对，我还以为你是要立下去的。没有，我就你就这样是吧？对。然后这边就靠断了，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这个气子完这打两下，我这个先手，主要是我为了这个先手。你现在这个不能冲断我了，我这粘是先手，那我这打两下我一靠断，那你不就进去了？那我这外边我也给你唬住了，里边这我粘上，那你这个白黑棋肯定是进去了。下得很清楚，对，就是不是立下去的话，是不是有点看不清了？立下去看不清，对，就有点混乱了。这确实对，这个图看得挺清楚的，有很多利用，就这个棋拆在这儿你就是速度稍微快一点，但是白棋有很多利用，还是略薄，还是虎一个是正形，白的淡定，白棋拐，反正他就看着你，他直接动确实也不成立，成时机也不成熟。是的，然后他爬一个，爬了，跳，挖一个，挖一个，挖，白棋是怎么打上面？打上面，打了跳一个，对，打了跳出来。这个拐基本上还是不能被黑棋拐。这个太巨大了，实在是。那尖呢？这棋，这打一下不打的话。就不打黑棋可能尖，但黑棋可能就长了。对呀，就是打难道不长吗？就是这样的话，确实。那打掉不是有一尖吗？这棋。尖的那他只有接上了，接这个。这被冲下去没关系。冲下去太大了是吧？也不见得，这边黑棋也挺伤的。是的，是的。就是冲下去肯定是很有价值，因为这都没用了，你这个都厚了。但这边确实黑棋，有可能。确实应该是就这样走，因为黑棋应该是只有尖了这个棋。对啊，就是你如果被白棋这都连上，那你这个地方的问题就出来了。是的，你先把这个实地和这个味道全部给它搬一个。白棋搬，先手。
接上，黑棋接住。这么柔和，没有贴一个是吧？这对，这不能贴吗？贴一个是什么结果？如果说他能搬吗？这棋搬是不是太硬了一点？搬，如果我断你打了虎柱，是，嗯，这劫，如果说直接打劫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样。劫白棋好像也不行啊，白棋没有劫，有点狠。这个棋、这个、看起来，如果断大吃，好像是黑棋是可以护住。嗯，白棋杀气杀不过，只能打吃，然后虎出来。打了虎，嗯。那我也不客气了，对啊，我就先铺一下。嗯，先铺完一打，还没劫财，白棋没有劫财。是的。哦，觉得压不便宜，压被搬了，他觉得封不住黑棋，还不如不压。有可能。哦，确实，但黑棋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啊，就是其实黑棋在尖这个之前，完全可以先压一下的。哦。就是。他就留着。他对他留，对，就是你给你一种给你一种错觉，我忘了压，是这个意思吗？我不压。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棋，就是这个棋、就是我跟大家是一样，就是大家看什么我就看什么呀。我以为就是没有先看啊，没有，就是什么感觉、啊，陈老师，一个要不就记录记错了，应该先压一下，压一下再尖的。要不呢就是黑棋故意卖了个破绽，就等着你来贴我。啊，就这两种可能，可能是后者更。那他应该是没记错这点。啊，其实黑棋先压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你压完再早晚也得压，反正是对啊，没有任何的区别。你总得压，人家跳一个，你难道不压了？你也得压吗？不也是？是，嗯，长。然后再压出来，哎，搬，搬，连搬，嗯，啊，这个是棋形，嗯，黑的长吗？只有长，对，长了一个。黑的其实特别不想长，因为长被人家跳点方，对，但是现在黑的又不能这样走，嗯，就最其实黑棋最理想的棋形是这样，这样，然后这样。就这种棋形就是我们下棋的时候经常那个很好用的。但显然下不成这个样子。就是你能打了一虎啊，你这个棋形就比较好了。但关键你现在这个好像打不着了，这个虽然你拔花三十目，但是好像。这里面死的有点多吧。是吧，好像。死的太大了，这拔花有没有三十目不知道，里面先死了三十目。死的还不见得指三十目。确实这主要打不着。嗯。打不着呢，好像他也不能虎，是不是？虎的话，是不是白打了打了长进去了？就直接把你照进去了。是不是打了长进去了？我感觉应该被打了长进去了。我觉得好像不太看不清这。你这样这样这样，那我就这可能会形成个双活，有没有可能？啊，但黑棋真有直眼。这里面是什么？如果说这样的话，我得把这个打掉吧。这个应该就没有，这没什么好想的了，已经。这都反正都是命令型，就打一下。嗯，打一下。我尖这个会好一点吗？尖我急，我接一下，然后再断，会好吗？不是我，这样。嗯，我起这个呢。哦，你可以挤在这儿。对，我这是个软头。这不行。嗯。不知道这个棋。那就冲断吧，那就冲断吧。冲断是什么状况？那就看着。嗯。这特别简单明了的，然后只能跳一个吧，大概。对。那搬好像搬不住，我看着。这里面是个什么状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是。如果黑棋不能做掩杀的话，如果是双活，黑棋肯定不行。就黑的最多就把白棋吃了，嗯，双活的话，因为白的外边已经，对，啊、对，我估计黑棋可能有点问题，有点凶险。主要这边白它争字有力，白在这里将来一搬，你只能拐，那它随时一万，
哇，我只能打外面。你只能打外面，我站完几千手，就是我已经感觉上黑棋是不行，这样黑棋不行是吧？那就是说他也不能虎，那就只能忍痛尝一个。我以为又要做发扬了，这些这里面气这么多的，要算清也不容易，这特别直接被刺一下，刺一下太难受了。他刺了他一下，这个感觉就是倔强，这太倔强了。这个棋 我不能这样。这个棋我觉得就硬住吧。这个你这个刺早晚也得赢。不是你这个刺，你现在是我现在断你，你冲完我这个，我断了。对，但是我这要有子儿嘞，有子儿我必须得回去。对啊，那白棋一靠呢？就我靠完我这几步就成先手了吗？这太倔强了吧，这步棋。他下得很不愉快，倔强萝卜就其实就是他心情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就下棋咱们该忍还是忍一下，毕竟你还是把这个吃了嘛。海阔天空，海阔天空，不要着急。这个太倔强了，这个。这白的靠呀，这白的肯定靠呀。他果然是靠了一个，搬，然后长就长，对啊。那马上我现在几就先手了嘛？是啊，那我几先手你不，那你不还得回来吗？我就不明白，那就是你这个交换和我这个交换能便宜？他等于说在这儿走了一个吗？啊，对啊。那我走在什么地方不行啊？非得走在这儿啊？对啊，这个倔强的萝卜，这个啊，实在继续倔强，哇，这个棋就我就在想，如果说他硬在这儿的话，白棋这个白棋还也是靠，我感觉。那我就把这个子蒸了呗，或者白棋先粘上，也行。你现在吃不掉白棋，我先粘一下，等你拐的时候我再靠。其实就这样呗。我觉得你还早吗？他能罩住他吗？这罩不住。罩也罩不住，照我冲冲完一拐，我这有白棋，我现在有眼了。哦，有眼，那不行。在这儿。但是正常，这个不能便宜，这个，我这看的有点受不了。只是心情的原因啊。翻长，争一口气是。然后挖一个，就是还在倔强。他就是说，如果说你打接上，我就抽到一下，我就可以不补了。对，可以不补了。我就可以不补了。是，就人生理想就可以不补那手棋。接在这儿接住了，他就是这个打吃先手嘛，他就得封住我，你就得给我补，对，这两个人也够较劲的，这，哇塞，先打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这目数，但是把眼也不要了，就是，对啊，他本来这边有本来有半只眼，然后冲了一个，哇。这白的对啊，这样下真的合适吗？不可能便宜，这不绝对不可能便宜。然后黑棋贴了一个，太无理了，下的这个棋，太无理了。长，我是觉得黑棋应该没有好的道理。你看这一块棋，白棋下在这儿，它是有价值的。对。但是黑棋他走了一串，反正你就跟人家对攻嘛，人家现在一段打，你肯定只有这样粘回去。对。粘回去，应该只有粘回去。粘这个，对，然后他一提，哎，飞一个吧，对，对，就你下成这样，就是你本来飞一个拐，其实差不多，然后你本来你拐的话，这边也是这样的，走走走走走，就你在这个地方这里边怼了一个，这个不能便宜，这个不能便宜。然后白棋下了什么？白棋在这儿飞压了两下，这儿。这飞压两下什么意思？这间接中间这块棋给声援一下吗？就是飞压，他觉得也不亏吧。就是他反正他觉得，如果将来逼住被虎出来，对对对，反正也对也不便宜。反正他就是像飞压两下吧，中间走走后，就感觉白棋应该连象还是觉得这棋应该是比较乐观的。说实话，从进程上来看，这个白棋肯定是非常乐观。白棋确实不错，这棋。因为怕黑棋这边如果有先手有子的话辅助，那白棋就要到底下忙活去了。他就这样淡定的拐住。这棋主要黑棋在这儿花了一手棋。只要走成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就是黑棋这里底下比白的多一手棋嘛。对。但整个上面的话，这里都有十一目棋。
这里的话是4、6、8、10、12目棋，就23目，黑棋整个上面23目，白内内有5目，这里15，这里11、12、19、20、21、22、23，就目数的话大家应该差不多，就是我这两块你这两块目数差不多，但是我中间这里通过飞压一拐，我这个肯定很多潜力，然后你这块棋等于其实就是一只眼都没有，将来白粘一下先手嘛，等于就其实非常惨。黑棋这块棋将来总是个负担，对，就是你现在是死不了，但是就是非常惨。你早晚都是要付代价的，这块棋啊，是你要不就连回去，要不你就做出眼来，这眼在哪儿呢？就是等于这一半盘黑棋的，就是黑棋的比白棋差的肯定不止这一手棋，所以你这多一手棋，如果大家这差不多，都差不多，就是差不多这棋，那你这个肯定不太对，黑棋。黑棋走这儿。想努力的这个声援一下那块，就是黑棋，他其实很想走这儿，但是关键他这个棋啊，又没目，他一个人往那个叫什么叫实力不允许，就是说现在黑棋如果这样淡定的这样连回去肯定没问题，但是就白棋可能就这样捞空，黑棋就不够了，就黑棋就不够，黑棋整体就这个23加这个，他一共就30来目棋，对，白在这块10、20、20多了，就。加上这两个子，加上这个，就是他不能这样连，所以他就是说，能连的同时还得捞着空，这个就比较惨啊。白棋先靠他一下。哦，这个靠，反正是也是电脑给咱们的一个思路，还是非常好。对，而且他还是远远的瞄着他，你不能让他这一代走后，走后了这块棋就有生命危险了。对，比如我们摆一个最基本图吧，局部。对，基本图。打吃。然后现在征子不利嘛？你现在你基本上贴，然后他打吃。利。利。然后他长一个。然后你管吃。长。他长。接上。挡一下。然后拐头。就跳一个，本来像是这样，但我估计现在白棋我不需要跟你那个走定式，本来定式拆出来，对，白棋定式局部拆出来嘛，但我现在我感觉我就走这个，我觉得再走两个再把这个一粘一飞就快死了，我长死了又，然后你接上，然后我这个接一下，你得团住，然后现在白棋我就比如说这次走一个。你这往哪跑？是眼呢？你这往哪跑啊？一个眼都没见着。所以说，现在黑棋不能在这里与白棋发生战斗啊，主要还是局部你可能战斗有利，但是中间就牺牲了呀。所以黑棋肯定不敢动这个地方。黑棋要是完全把实地不要了，搬上面呢也不行。对，就这个时候就黑棋很难下，就是实地又不能。这个放弃，然后外事还得顾及，就很累，实战等于是还是不能动，立一个，去立，然后白棋从这边要挟他一下，这个棋挺有意思，连象始终不把这个粘，他不把它粘掉，我觉得挺神奇的，为什么不粘？我就想说为什么不粘掉这个？他忘记了，不会吧？有可能。有可能粘一下，它肯定会硬的。这么大一串，它不能不要了呀。这是不能不要，实在等于白棋震的时候，黑棋把这个逆收了。这还是挺大的。逆收了四目加一个眼，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呀、还是非常有价值。但主要还是连笑觉得这时候这个棋啊，形势不错，形势大好，应该说形势一片大好。你看他这，对，这淡定的猜一个，对，下的确实是比较悠闲的那种感觉哈。是。没有那么紧逼。黑棋飞。白棋跳一个。就是你看这个范老板他还是说我虽然是不火但是我还得继续给你全部捞住。是的。你不要企图，你觉得我中间我不火，我就要补补棋，被你挡一挡，我就安乐死了？不可能，你想多了啊！我最近看他的棋都是这么拼的，都是这么拼的，是吧？你觉得他要补棋的地方，他就不补，这就不补，反正你吃不掉我就行，只要你吃不掉，然后他活棋的那个本事绝对是一流的，确实毫无疑问啊。其实范老板他一直他的风格就是如此啊，其实就是他就是。
一直都是如此。棋下得非常的紧。他有时候逼得你不得不吃它，或者说你有时候是吓得你都上火了，你这棋你都不补活，对，你哪活了呀？对，你看他这就全都给你弄住。这个时候我估计连笑有点生气了，那还不补？这时候打十把黑棋应该就不会硬了。他这下挖到一下赚了，赚了，因为你提他提是后手，对，不提是后手，现在对他是连上的，他连上断不掉他，对，这我感觉连笑还是忘了，其实还是忘了，应该是，小尖，接上，跳一个，跳，这个，还继续跳，你看他对他就是我逃跑的时候，我还要跳骚扰你，你不要觉得啊，我逃跑了，我就干脆我就跟着跑，不是那么简单的。还要去骚扰你。而且这个地方他好歹飞住了，这底下先把空给守上。空守了不少，而且将来其实还是有断，他其实一直都还盯着你。没错，还都盯着你。看看白棋怎么下的。跳一下。没这么好的事儿，这都是你的。如果黑的冲。冲的话我就先冲一下。先冲这个。那挖一个就可以了吧。对。再几大。这样。打在这儿。是。这样的话白棋就夺了一些目数。但黑的是不是也能接受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对，我觉得黑的我就打过。是就是。比如说我就这样缠过来。我是不是打这儿好一点，打这儿的话你要连我可以提到这儿来。这样是好一点。如果打提先手的话等于现在连不回去。对打在这儿好。是。对白棋可以打在这儿。那黑棋不行。黑这两个连不回去不行。所以说实在他没敢。他就回来了。小尖一个。就回来了。然后白的跳住。黑棋挂角。脱先了，脱先了，我这都活的，对的，这你能把我吃了吗？脱先了，那你来吧。对，就会，你其实会让人吓得很生气。明明觉得应该补的地方，他就不补。对，我都不补。然后你最生气的是，我居然还吃不掉他。对，就是，但是这也是胜负师啊，就是说，你可能可以补。对，你说你做一个讲道理的，你说你可以补一个，你可能活了。也还不知道火没火，可能这那还搬就是，但是可能就已经不够了，就是人家走一走，你可能空不够。这样倒是很有可能空不够，确实。对，所以说就是作为胜负师来说，我不是说我，如果我补一个我还可以，甚至那其优势、优势，或者如果差不多，就是我空实地在别的地方，其实我是得到了很多的话，那我其实他是有可能补的。他不是不讲道理，他只是现在我补不够了，我肯定是要跟你拼的，就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轻松的去赢下这盘棋的。没错，他是很拼的，他的棋下的啊、确实。当然如果说我们的棋友这个活棋的水平没有范老板那么高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随便乱试了。这可能没补就被吃了。就是现在对现在主要这个棋呢我认为啊范老板也知道他很过分。是。但是呢没有办法，主要还是前面的问题，主要还是前面的问题。是的。前面这你像这个棋这个尖就是纯心情的游戏。我还是觉得对，就因为这部尖反正就感觉明显还是落后了。跳一个。挡下来。冲。反冲吗？挖针。这是打算动手啊、哦？这是这是生气了，这生气了，这好像是生气了，我要动手了啊、这个棋啊，这都不补活，你看不上我吧？了解连笑的棋友应该知道，他原来的网名有一个叫"大刀向前冲"啊。连笑说："我这大刀向前冲，你不怕我？我只能给你看看，我的力量、展示一下。就小的时候啊，就在棋院训练的时候啊，连笑他特别擅长什么呀？"他力量巨大，他擅长下十秒。十秒。十秒。然后呢经常他就十秒通过他的力量大呀把对手给吃花了。
关键是那时候下十秒吧，他还是有一点彩头的，就是说让大家更有那个。对对对，反正他们按目算，经常按目算，对，按目算。那他这种下法的话，他如果有这种吃，如果吃大有这种吃大龙的机会啊，这一盘就赢飞了。对，哎啊，嗯，当时是经常是以这个来，他特别狠，尤其下十秒的时候，巨狠，就是能吃你，绝对不会放过你，绝不放过啊，绝不是。但现在范老板这就是慢棋，我也全部捞出生气了，这些看起来是生气了，是有可能生气了，这棋下的是有点火气。嗯，搬一下啊，这个地方白棋还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是这样，白棋如果直接。其实并不成熟，如果你要直接去杀黑棋的话，我们刚才说这里只要有断，他比如说他粘上，他粘上，他或者刺一个，刺一个，刺一个。你如果补呢，那我冲断了，对，就你但你要接上杀我的话，那我这个地方我冲先手，这一断，然后我一断，有可能你就被我反杀了，这个是的，所以大家下棋的时候一定不能上头了，这上头了你就自己就进去了，不能冲动，对，不能冲动，要冷静，所以这时候他先搬一个，先做一个准备工作，如果说黑棋立，那么他是不是这种？他是不是觉得应该能先手补？对，先走两下，可能是可以先手补。比如说长一个，长一个能行吗？就他也可能冲，冲完了长。就是在一场，对他肯定想先手补，比如说黑的，黑的如果这个也有这个，他应该是靠这棋，应该是靠一个，对，应该靠一个，靠一个。如果你冲的话，那么我就断，然后你如果吃，那我就打两下一挡就先手，那是先手了啊。如果我冲，我靠你这个地方你不冲我，比如说你吃回来可能。也许我还有断，但有可能我就粘上了，就是我就捞一票，让你回去，也没事儿。其实白棋，没错，哎，他也没事儿，白棋还是有回头的机会，不是说非要我不是要把你吃掉，不是那个样子，对，发誓要把你吃了，对，然后搬完之后搬，黑棋点了一个，他这个挡住还挺讨厌被挡住，我是要断这个，断这个是吧？对，我是要断。如果你吃这个，那我也达到了目的。对，我冲完了这一，对我就可以冲这个了。冲完我这个打是先手，我这个挡就成为了先手。那我这地方没毛病，我把这补上。我比如说这打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挡住。是。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意思。然后黑棋点了一个，施展了一下手机。黄莺扑蝶。我感觉味道也是非常的差。这计算相当强大，这个地方他们两个没错，这个比黄莺扑蝶可难多了。黄莺扑蝶是当时就是底下这个并成两个那个形状啊，是我记得是在《玄玄奇经》里面。其实白棋啊，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补这个段。对，没错，是，是它并没有那么复杂，它不说直接出你棋，它没那个意思，很简单的想法，但你要什么都要，那我可能他就得出你棋了。如果说你肯亏一点，或者说白棋什么地方赚一点，能吃到一点，那白棋也可以接受了这个结果。对，打了一下，接上，然后把这个接住。这个黑的肯定要接。顶断他。他认为时机成熟了。我不太明白这件事，我不觉得时机成熟了。四一个，然后他先加了他一下，加了一个，加一个黑棋不能硬了，硬的话就等于就是说，对，我觉得他加一个后手嘛，我看了半天，我觉得加着后手是啊，就肯定也不能硬了，黑棋是没冲了一下，冲了一下，接上，然后就把这个冲出来了，因为你这要是再硬啊，这白的一接，这真没什么活路了。说实话，你就范婷，你这桎梏再厉害，你这个棋关键是一只眼都没有，不然这边还都是白棋先手，实在是太惨了。这棋是这样，你如果说往前逃，像这种招，
啊，比如说我就白棋无所谓，因为他这他这个打一个先手，他是随时就活的。对、啊、我这儿没有任何。我压一个，你不能把这个子弃了吧？啊、那你在干嘛呢？就是非就肯定是不行。嗯、啊，所以说就是他必须得冲这个，那就是看这里面是什么。白的应该是度过了，应该是。对。度过黑的吃，这是什么东东东啊？他先冲了一下，他是先冲这个的啊。先冲，哦，先冲一下，冲成这样，这很神奇吧？下的，然后再好奇啊！我这个是好奇、啊哦。这种地方的计算就是连笑强的地方。好奇啊！因为刚才我看这单走没棋啊，这被人家打一个不行、啊，一打没棋，你打这个、连环劫、啊，哎，对，连环劫，这一打吃，这、啊、就全线接不上，是啥也接不上。对，这连环劫，嗯，你这一做等于我这两个劫可以来回提、是的。哎，我就是说，这好像没起哦，先冲一下。那如果他黑棋不冲这个呢？当初啊、哦，不冲这他也是冲是吧？哎，对，那我不冲呢？不冲他下哪儿的？他度过的话，你再冲。度过我，比如我打吃，那也不行啊。你怎么着？粘上了，跟我打劫是吧？当打劫我再冲你退，那你这也都进来了。这还没冲着。哦，那我先冲一下再劫。那不这样，我肯定好多了。你这个、你这个劫你还蛮重的，其实对黑棋对要白棋是的。哎，对啊，那可以先不冲啊。但他为什么要先冲？他没看见，他没看到人家可以反冲。对，没看见这个吧？我感觉，嗯，这种地方就比较巧妙，人不太容易想到这步棋。对，这先冲这个，勺了这个。先冲这个，是不是感觉黑棋这个3-3-2-3要倒的可能性很浓？他提了一下，对，这个勺了，这个勺了。这样成景气劫了，景气劫，这景气劫怎么打呀、啊？这外面白棋割两个呀？啊，这个勺了。这我觉得好像要、哦，现在白棋长一个，我看好白棋，我觉得黑棋要坏了，看起来。这不是景气劫，我这劫财我太容易了吧？我这件事儿。对。我冲一个你能不要吗？我断一个你能不要吗？我都不能啊。对，那边没多少损失了，没本来就是黑棋的空，我死打打都死了没多少棋，打一打铺一铺。是啊，这全是劫财。这个勺了，这我觉得好像黑棋凶多吉少了已经。对，这为什么要冲一下？还是他也没看见，他没看见人家反冲一个，嗯，是 不冲？我觉得还不一定呢。不冲必定就单打这个，对，就直接单、这个、不走了，就你走单打、这个、这个时候单打这个，对，就打一个，不一定啊，那是怎么回事呢？打劫吗？打劫，我觉得不怕吧？你问你带着你自己呢？这个棋，你带着你自己呢？你要打这个劫？是吧？对呀、啊，我先提，你先找嘛。你找完我冲，冲完之后我提完，然后你找，你再找，对已经找两个劫财了对。然后这时候我黑棋我断了你，断他挤一个。哦，你还能挤这个是吧？对。哦，那不一定。嗯。那白棋肯定要。但你得先找两个劫，但是黑的如果把这个冲掉呢？如果你现在肯定才来不及冲，你现在冲我肯定不硬了。你冲这个，我还不把那个接上。哦，对，就等于你早先没冲嘛，没早先没冲，对，早年没冲一下。哦，那可能也是这样打劫。对、哦，你要走这个的话，那我肯定接上，肯定。那这样肯定黑棋机会大很多，啊、机会大很多。啊、哦，这个应该是勺子。这哪能忍呢、啊？这地方肯定不能忍。这好像黑棋。比刚才单接的境况更加惨烈一点。刚才就是刚才还好一点。刚才我觉得还完全可以下。嗯、现在还硬吗？黑棋？不知道啊，这个白棋长一个、嗯，现在目前就下到这一步。啊，就下到这一步。对、啊，我们现在跟他实战已经完全同步了。啊。现在就下成这样，然后白棋长，
那黑棋如果不硬，这上面死了也太大了吧？是都死了吗？这被断一个，这怎么活呀？我是断的吗？是的，我就断吧。我看不出来怎么活。这能活吗？难，有难度。有难度。有难度。就算这个是先手，这个是先手，这人家还能搬一下。然后，然后怎么办？请问，然后怎么办？就算你小尖我就靠嘛，这怎么活得出来？活不了。这我怎么看不出来他有活路？活不成。嗯。关键好像活了也不赢。关键是活了也不赢，这。这你提到这儿，你不在这儿。你不在这儿。对。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三十七。四十七四十八。黑大概五十目前。白的得十，这里如果走一手大概二十、三十，就你全都活了，好像也不见得赢。你这那死了就没法。这个是不是感觉差不多了？这期我感觉，这期应该差不多。这棋主要白棋长白棋劫财实在太富裕了，就是劫财打劫简直对白棋太有利了。对长可能连笑本来觉得这些我就得长一个，就他本来我长一个就是考验你，长一个你大概你到底是挡还是接过去还不知道。对，我本来就考验你，你接上的话，这底下也有劫财。他等于特别狠，他等于我找的一个劫还找的不是损劫，还找一个让你他不是断的，对，大家看到，他是长的这期。对，那在这一代的应对，不知道黑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个。黑的好的办法我感觉就是后来这个被冲一下，我觉得还能下这个劫打起来。心想你先打劫的话，白的还得先找俩劫财。找俩劫财你冲完这地方感觉这个感觉还有一些本身劫，而且白棋自身还有压力。现在下成这个样子，这些显然是黑棋不是不太行了，看起来。白棋游刃有余。主要是黑棋没什么劫，黑棋白棋才太多了，走的话被断好像上面也活不成，应该活不成。有可能走了，他挡了一个走棋了。还以为刚才想说有可能是不是投了，对，打算认了，这个没有。提掉。黑棋搬一个。这是搬一个是什么？搬一个是先手吗？争取。如果说我把这个抓了。不，你可以先打一下陈老师，比较稳。我先打好稳健。对，你要是抓了。万一就气不够这个棋，对，你被他弄进去这个气还真不一定够哎。你这气挺紧的。这个白棋。你先打一下不就完了吗？对，有道理。你打了一提不就行了吗？然后黑的粘上。你再出去就行了，再搬出去，搬出来。这已经抓起来了。难道他还打算从这儿钻出来跟他接着站？不会吧，这实在站不动，我就看起来。或者白棋最稳健，你把这个抓了也行，我感觉。那不行，我要把那个抓掉。我要把那个抓掉。行。这个看看连笑怎么整。我觉得。打了抓这个是可以，反正。是。打了抓这个也可以，反正白的继续打劫也可以，继续硬住扳也可以，我感觉。我就在想，他如果说狠一点他不打的情况下，假如说这样。假如说他扳进去的话，这气怎么样呢？长一个他能行吗？长一个不行。这顶不住啊，打完了打这一贴就把他贴死了呀。压死了。这不是外面就三口气，你肯定杀不赢我吧。那这样不行，这样的话。你打他气不够了。黑的没有办法一气把白的吃了。对。尾巴你肯定气是不够的，是不可能够的。气不够。是吧。实际上硬劫硬。硬了。硬没事。这么那个。
这么温柔啊、嗯哦！反正我劫财多，我不怕。对，他有劫，我有的是劫财、嗯。白棋又搬一下，这个黑棋又开始脑袋。就白棋，他这棋他本来他就这么走。对，他本来他就要这么走。我的劫财就是顺手啊、你现在你如果断呢，他将来比如说他尖的时候，他再长回来，你这还是不活，还不一定活，就是、依然不活、就是他本来他就这么走。然后他还找着劫，现在就黑棋很痛苦、嗯、黑棋还不能粘。嗯。粘的话他将来他可能什么拖一个他就回去了。你木已经回了。嗯。可能还得断。应该是断吧。嗯，这只能断。这不能挡住，挡住被人家断掉。断白的提回来。嗯。然后黑的再找。现在主要是白棋一搬你黑棋你得找损劫了。你这个棋、嗯、得找损劫了。那黑棋怎么办呢？这黑棋已经很麻烦了，现在麻烦，嗯，麻烦肯定是麻烦了。这现在毫无疑问，这个局势是对白棋非常有利。嗯，现在黑棋轮到黑棋找劫，这劫财就已经很困难了。嗯，因为白棋这块棋不怕这儿有个急打，对，你即使把它照进去，它这个急打先手，它也可以活棋。是，那黑棋怎么办呢？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办，可能就想点办法，比如说从这儿连扳把它罩进去，然后再想办法攻这块。对，这也挺渺茫的，这感觉、哦、是啊，无疑这棋是白棋是绝对优势。嗯 嗯, 嗯，那这样这盘棋呢，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将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另外一盘对局。嗯，好，一会儿见。也许你无法守